百年孤独全部埋进尘土，男儿自尊红着双眼不哭。茫茫人世多云雾，一杯泪烛欢笑一幕，向前一步刀光剑影飞舞，男儿好强永不低头认输。看我少年做主，不再有人摆布，汗水山路拼出快乐地图。看我少年做主，爱恨分得清楚，奉献团团围。晋府治河已初见成效，苏北地区已拓出土地300,000亩，扩大了农田面积。好，做得好。皇上是说他治河治得好，还是我这个白脸做得好？他治河治得好，你这白脸做得更好。以后啊，还要多倚重你这张白脸。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这怎么样？鄂必龙的旨下了吗？回皇上话，没能下。为什么？鄂大人昨夜在梦中死了。这些年来，朕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，阿玛和娘、陆老师、汤玛法、桑榆、王登莲，曹英在，传朕口谕：鄂必龙所封加急，退还其子，封一等公，其原有爵位，由其子世袭五代。这。鄂必龙一生所求的是无功无过，可结果却是多功多过。但实际又怎么样？却是非功非过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野心大志的人，只求一生过得轻松。后来啊，我跟剧中就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叫樊月。这是跟剧中没关系啊，是皇上给你起的。真羡慕你们呢，小的时候家里就我一个孩子，从来就没有像你们这样开心过。怎么会呢？你身边不是有好几个孩子吗？都被你打跑了吧，四卷姑娘。臣妾有那么凶吗？当然有了，你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哎，四玄公子可在这儿啊？他是哪四玄来着？周粉面饭爷。对对对。什么声音呀？回娘娘，乾清宫门外的那棵树啊，前两年被雷劈了，秃了一半，皇上下令把它砍了。宫门外的那棵树？回格格，是。还记得那片树林吗？
那棵树是我登基那天你栽种的，你说要让它长成百年老树，等我的子孙长大了在树下玩耍。被雷劈了一半，怪难看的，所以给砍了。哎，你们见到老佛爷了吗？刚才去过慈宁宫了，我看老佛爷刚服过药睡下了，所以不便打扰，就想下次进宫再给他老人家请安。怎么会呢？别人去才叫打搅，冰月哥哥怎么会呢？从小你就在慈宁宫长大，老佛爷最疼你了，他一定很想你，没准你去看看他，他的病就不治而愈了。还是去看看吧。是。那好吧，你们去慈宁宫，我得去体仁阁了，安亲王还在等我呢，我送送你们。好了，你们这一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见了，好好的吧。也没休息吗？前朝事务繁忙，我在想明天上朝的事情。臣妾知道近来皇上朝务繁忙，所以做了些点心和参汤给皇上补补身子。没有别的事了，臣妾告退。哦，对了，臣妾突然想到一事。两年前前靖南王耿继茂去世的时候，剧中因为朝事繁忙都没有时间回福建奔丧，不如让他带着冰月回去拜祭一下他爹吧。臣妾知道你突然召他们进宫，是因为你想再见他们一面，他们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人，你就让他们走吧。我也想，但是他们不能走。
向大人吉祥。万岁爷还在体仁阁跟安王爷商议朝事，那我进去等皇上吧。耿大人还是在宫外候召吧。耿大人跟其他大臣不一样，耿大人恕罪，他是新到乾清宫的，不知规矩。耿大人请恕罪。知道了。耿大人跟万岁爷是生死患难之交，他在宫内候驾那是平常事。知道了。剧中啊，其实有些时候我也希望事事坦坦荡荡的，不过有些事情只能在正大光明之后再做文章。中来了吗？回皇上，耿大人来过，只是身体突感不适回去。突感不适？好，剧中。曹寅，在，马上给朕备队兵马，随时候命。这。于中谦，奴才在。立刻传九门提督进宫见驾。这。梁九公，奴才在。传安王、康王、六部尚书、各大学士、议政亲王，马上到中左门候驾。朕有事情宣布。这。曾远兴，召集府内四名最干练的清兵，赶紧收拾行装，我们马上上路。我们去哪儿啊？别问了，快去。是。皇上驾到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冰月，怎么了？这么匆忙？我们马上要分开了。去哪儿？我要回福建。为什么？今天我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的后面发现了一个黄卷，上面写的什么？朕急召各位成功见驾，只想宣布一事。皇上要撤藩了。撤藩？朕要把三藩撤掉。这么突然？绝不突然。从起鳌拜那一刻，三藩已成为他心中首要处理的事情，比何物漕运更为重要。只是他一直不动声色，对三藩又是恩宠有加的策略，让他们疏于防范，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三藩。下令撤藩，那会怎样？一战难免。各位神功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启禀皇上，奴才有话说。说。吴三桂、耿精忠请求撤藩，目的不过是虚晃一枪，本意是守藩风，若皇上贸然批准撤藩，这恐怕……恐怕三藩会起兵造反，对吗？正是。反就反了。可是
事情仓促，我们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。谁说没有准备？这些年来，皇上大大紧缩朝廷开支，除饷蓄粮，命安王掌管户部，常跟安王谈至深更半夜。其实，他就是在谋划平三藩之事，还有何物。在他大力除饷的同时，却仍大号与根治河道上，为的是要贯通南北，以便北兵南调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在他起鳌拜之后便已经开始了。他筹备了四年，为的就是要打三藩这一仗。怪不得他突然召我们进宫陪膳，还催促我去给老佛爷请安。原来他是想让我跟老佛爷见最后一面。禀皇上，撤藩一事姿势体大，臣以为还要从详记议。不用说了，吴三桂等蓄谋已久，气焰嚣张，不早除之，势必形成心腹大患。三藩撤也反，不撤也反，我们必须先发制人，否则这仗将更难打。皇上，别再说了，这意已决，朕已下令九门提督颁下圣旨，三藩金钟质子一律不准离府，三藩金州府地一律由禁军驻守，稍有异动即格杀勿论。因为一旦开战，他们将是最好的棋子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吃饭的同时，我想皇上肯定要囚禁三藩的金钟质子，以此来控制三藩。按照皇上的计划来推算，估计来的人已经在路上了，所以我不得不马上离开。好，我这就收拾东西。冰月，怎么了？走的是我，你要留下来。为什么？你先回安王府，就当我批下你自己逃了，皇上不会加罪于你。最终，你听我说，你嫁给耿家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让你背上反叛大清的名声。好，好，你走吧。不过局中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个懦夫。冰月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在替我想。刚才你自己都说了，我是你耿家的人。我既然是你耿家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带我走？你根本就没有勇气保护我。冰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对，我走是对大清的不忠，可是我留下是对你耿家不贞，对你耿局中不义呀。局中，我已经欠你太多太多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。谁输谁赢，我的心里都难受。我相信你也一样，他也一样。他的身边可以有那么多人替他分忧，而你呢？你的身边只有我。剧中，既然如此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结局，我们都生死与共。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这怎么样了？皇上命臣带兵进驻三藩在京府地，平南王府、平西王府世子们已受监视，可是靖南王世子耿巨中怎么样了？耿世子一家不在府中，看来已闻风先遁，求皇上恕罪。好一个耿巨中，朕没看错你。下令，你马上带人关闭城门，再派兵在城里到处搜索，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，也要把耿巨中找出来。这，等等，你再带一队人马绕道
赶至西城门外三里坡，等候耿居中。记着，不把耿居中带回来，就把你的人头带回来吧。这，哎呀，难为你了。冰月，居中怎么样？我还好。哎呀，他们逃出京城了，终于安全了。现在还不到放松的时候。抄家伙，别动。公子，危险。居中，我猜到了会是你。居中，跟我回去吧。不行，你明知道我是不会背叛皇上的。皇令一下，就算是要我的脑袋，我也不会皱一下眉。这次他要我的脑袋，所以你皱眉了。他不会杀你的。皇上非常重情重义，这么多年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就算他不愿意，现实也会逼着他这样去做。他已经不再是西华门外在尹家羊水兜着玄烨了。今天的他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路，走上了英主康熙之路。这就是他的命。跟我回去吧。他答应过我说不撤藩，可一转眼他又撤了。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。曹寅，其实我跟你一样，他想要我的脑袋，我眉毛也不会皱一下。就算不为了他，就凭你我之间的交情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。可是忠孝难两全，我不能抛下我福建老家的大哥和我的叔伯兄弟们，还有冰月和我的儿子。不要再说什么交情了，你我各为其主，跟我回去吧。否则抄曹寅。休怪我无情。跟你回去。居中，但是我有个请求。说吧。放了冰月和我的儿子。好，拿酒来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你会走这一步的，所以我给你预备了一样东西。为了免你以后为难，今天这杯酒，你我的兄弟之情就此一刀两断。真可惜，以后再也不能同你喝酒了。你是我最好的酒伴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Thank you.
停！怎么了，三公子？我们不走大路，该走小路。三公子啊，那小路乱石多，这边不好走啊。那就走那边。去把车赶过去，藏起来。是，就。叩见皇上，叩见安王爷。皇上吉祥，阿玛吉祥。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？回皇上，有。那朕命三藩世子留在府中，不得外出。为什么要走？你这是忠吗？回皇上，剧中并没有接到圣旨。俗话说，不知者无过，所以没有不忠。你这臭小子，什么事让你一说，都好像有道理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耿大人，你满口胡言，就不怕朕要你的脑袋？皇上要杀剧中，不会就带这么几个人来吧？废话，抓你还用带人吗？朕一个就够了。是，皇上说的对。朕总算没看错你，我给你撤藩的提示，你都猜出来，总算没让朕白等一个时辰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皇上，三藩就要反了。平三藩是一场硬仗，打的不光是军力，更是士气。皇上要想打赢，朝廷定要上下一心才行。因此，皇上定要擒拿三藩质子及剧中，以壮声威。我也不愿意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正如皇妈妈说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。作为大清的皇帝，我的责任就是打胜这仗，我是身不由己。剧中也一样，剧中逃回福建去，剧中也有责任，也是身不由己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皇上，剧中也不知道，请皇上示下。好，那就按老规矩，把没下完的棋下完。如果你胜了，就放你走；如果你输了，就留下来。这要给百姓百官一个交代，同样，你也要给三藩、给你大哥一个交代。开始吧，皇上先请。
看形势，皇上稍占优势，为什么不下了？因为我的对手是耿巨忠。耿大人是一个深谋远虑、善于出奇制胜的家伙，每每在穷途末路的时候，都能想出死里逃生的方法，所以我不下了。这次我不能败，绝不能败。如果败了，这场硬仗就没法打下去了。我不愿冒这个险。皇上已经不是当年好胜的三阿哥了，皇上考虑周密，实在令剧中佩服。放心吧，这棋一定会下来的，到那时候再决胜负吧。你们走吧。谢皇上。阿玛，女儿要走了，女儿不孝，不能在您身边伺候，女儿定会日夜烧香拜佛，祈求上苍庇佑阿玛身体安康，福寿双全。起来吧，孩子。凌月，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阿玛，此番难去，书信难通，不知何时才能见面，你要好好保重。去吧。皇上，冰月要走了，您多保重。好。别哭了，从小你就是个爱哭鬼。记得小的时候，你一哭，我就拿桂花糕逗你，你就会破涕而笑。这荒山野岭的，你叫我上哪儿找桂花糕去？走吧，好好保重。好妹妹，你也一样，好好保重，皇帝哥哥。有话要说吗？此番一走，我们就是敌人了。沙场再见吧。好，沙场上见。保重，好兄弟。你也是，好兄弟。曹寅叩见皇上。脱下你的黄马褂，听杖一百，降为三等侍卫，守你的宫门去吧。谢皇上亲罚。下去。这。
娘娘。皇上吉祥。来陪我。对，来陪你。剧中走了，冰月走了，曹寅也离开你了。臣妾想，皇上这会儿肯定很寂寞。从小，他们三个就在我身边，跟冰月斗气，跟剧中并肩作战。曹寅话虽少，但只要他在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可现在，皇上也是无能为力呀。大臣们都说，这几年皇上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处事也越来越狠。为了大局，谁都可以牺牲。确实这样。是吗？不是吗？打这一仗，必须得上下一心，所以你绝不能放过剧中和冰月。你拆了曹寅去，是因为你知道曹寅肯定会放过他们，你怕牺牲他们，所以你不狠。可是为了给众臣一个交代，你必须得找一个人来背这个黑锅，这个人就是曹寅，所以你还是狠。假以时日，你将会是另一个黄嬷嬷。臣妾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，可没有那么大的志向。跟你聊会儿天，舒坦多了。其实，臣妾什么都不懂。是吗？云南巡抚朱国志，朱大人到。圣旨下，平西王吴三桂接旨。吴三桂，还不下跪接旨？皇上下旨撤藩，你嚣张的日子已经完蛋了。本王嚣张的日子不但没有完蛋，更嚣张的日子才刚刚开始。未来天下将是本王的。镇守山海关总兵官，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、兴宁讨虏大将军吴三桂，即告天下：原本朕报先王三太子，年甫三岁，赐骨为祭，祭命托孤，宗社世赖，盖30年矣。本朕仰官俯察，正当伐报救民、顺天应人之日也。本朕推奉三太子，交天祭地，建元周延，习事不闻，告庙兴师，克期并伐。哼，这个吴三桂，当初反明降清的是他，如今要光复明室的还是他，真是人心难测呀。什么奉明于孤、朱三太子为帝，他身边根本就没有这个人，要称帝的恐怕是他吧。
冰月。怎么了？大哥决定要起兵了。对不起，冰月，你是今日一夜，本不该让你背上反贼之名的。别说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命。菊州，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过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。好好打你的仗。也许这就是我的命。是凡此番奉爷爷之命前来，为的是跟将军商议一下起义的事。孔姑姑乃爷爷的义女，也就是是凡的姑姑了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当然要同舟共济嘛。啊，此事还要与藩府的各位将军商议一下，方可再做决定。根本无需商议，爷爷已经联络了广东的尚可喜尚爷爷，大家一同起事。广西夹于云南和广东之间，我们要兴兵北上，绝不会在自己的背后留一把小刀吧。如果姑姑和将军不明大义，仍以亲狗为尊，那云南和广东势必倾全力先剿平广西，以防后患。以你们不足20,000的兵力，相信不出一月便会遭灭顶之劫，所以将军根本就没有选择。嗯，朕不喜欢打仗，那是因为朕不愿见到生灵涂炭，特别是八旗子。你们少一根头发，朕就如同遭当头一棒；你们少一根手指头，朕就像割掉了一条臂膀似的。但这仗我们不能不打。大清对三藩对吴三桂常年是恩宠有加，但现在吴三桂这狗贼蓄意谋反，扬言要复明灭清。为了你们的家，为了你们的国，为了你们的尊严，打不打？打！决战开始了。你们当中有想走的，现在可以走，朕绝不追究，而且加官进爵。有谁要走吗？无妨。那我们打不打？打！